超级魔王大道开播至今已经超过3个月，选手们呕心沥血，至少创作出300个以上的表演。但每周一次演出的消耗，却让选手落入史无前例的比赛低潮。而就在这最最艰难的时刻，制作单位却将给予选手们毫不留情的最后一击。我们安排了史上最强的模仿界精英前来踢馆，踢赢了将直接加入魔王大道，取代防守失败的参赛者。是什么样的演出让曲家瑞赞不绝口？你从眉毛到眼睛到鼻子到嘴巴到嘴角到牙龈，你知道这秋冬的耳朵，我真的觉得你太经典了，我太喜欢你。我比巴拉卡林近，我比巴拉卡巴呀。史上最强消防器模仿高手强势登场。正宗武王驾到，帅气凯蒂回娘家喽！凯蒂回来了，各位。连模仿大佬都喊 uncle， 超强模仿高手来啦！看一下，还有再来一段好不好？震撼演艺圈，诸葛亮、谢金燕竟要同台和解。我看俺两个徛袂做伙，你无看哟？系啊，你都无感情啊，都无啥落好诶。你们和好好不好？和好是吧？系啊。像。其四周黑魔王踢馆取代赛，黑魔王优先指定与 PK 之选手，双方演出完毕后，评审进行给分，分数较低之魔王选手进入失败区，最终将淘汰3名选手。本周评审团成员有模仿教父台志源、幽默之王康康、综艺精灵黄家千、麻辣教师曲家瑞、舞蹈甜心蔡嘉玲。而本周首位登板踢馆的选手，哇哦，便是性感舞姬凯蒂。她不仅是台湾女子团体 Rumi 的前团长，精通中日文的她，唱歌跳舞主持样样都难不倒。更厉害的是，她的背景可是大有来头哦。哎呦，加税，水掉拜拜。是台湾人吗？台湾人，台湾人，但是你是在。冲绳对学跳舞，冲绳演艺学校。嗯，什么？传说中的冲绳演艺学校？你们知道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冲绳演艺学校，它的日文叫做 Okinawa Actors School。Actors School。OK。日本的演艺圈只要是唱跳歌手，几乎都从那边出来的。那台湾也有一个人从那边出来的，大嘴巴的艾莎。对。就是那一间学校，那他的学姐有谁呢？安室奈美惠。哇！所以今天来是凶凶哦。这个哇，这不是凶凶而已啊，这太可怕了。凶凶，很凶。你打到谁就完蛋吧。所以今天有想要挑战，我想要挑战动手动脚。哇！来，我们欢迎动手动脚，来。欢迎。啊，卡哇伊。好像是棒球，对不对？对不 对？平常喜不喜欢看棒赛啊？不，棒球赛。棒球喜欢哈，喜欢。所以今天要帮这个台湾职棒加油吗？黑魔王凯蒂可是没有再客气的，决心要力拼我们小妹妹动手动脚。科班出身的她绝对不是省油的灯，首度登场非要挑战模仿韩国性感女神李孝利。回违3年，即将重磅回归，发行5张正规专辑的李孝利。曲风虽和以往有所不同，但不变的则是她性感到不行的装扮。出道早期为韩国女子团体 FinCrew 队长，他们与当时同样叱咤韩国演艺圈的 SES 可以说是王不见王的竞争局势。而就在李孝利单飞发展后，竟让全韩国陷入了孝利效应当中。而李孝利更在转换新东家时，创下了当时韩国演艺人员最高身价。而他在2008年推出的3张专辑主打歌《You Go Girl》，更奠定了他在韩国乐坛天后级的地位。而2010年，李孝利推出的《Chili Chili Bang Bang》歌曲，强劲的舞蹈爆发力，结合孝利式的性感魅力，不晓得凯蒂将如何诠释，力拼动手动脚呢？李孝利来台湾了！哪里哪里哪里？
大姐姐 Katie 的攻势，相信动手动脚没有在怕的，因为每回登场，他们都能让舞蹈模仿走出了不一样的路数。不仅一次，台志源曾评价好不好？能够有趣味，我觉得又更上了一个层次。当中，菲菲与同伴们不计形象模仿自由发挥，是让人印象深刻哦。而面对今天吃紧的体管赛事，他们可是偷偷准备了秘密武器来哟。现场的球迷，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开球嘉宾，最美丽的士官长刘湘慈。大家好，我是刘湘慈。魔王大道，我是。森林王子，我是张泰山。感谢所有的球迷支持中华职棒的啦。不过最近的修哥，哇，那个动作实在太性感了。今天要请第一局打个美改威啊！哦，不是，今天要请大派给那大帅啊！爸，是这样。哎，你怎么做这个动作？我教他的吗？那就潜伏起来吧，是这样这样子吗？哎，巴布布，感谢所有的球迷，因你而战，所以有爱。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好可爱啊，好可爱。来来，请到中间来。今天全家出动哎。怎么会这样？而且我刚刚以为是真的张泰山。对，好像哦，因为平常爸爸在摄影棚走来走去，我就觉得很面熟，但今天终于知道了，好像张泰山。就他妈的，谁的爸爸？菲菲的爸爸。你是菲菲的爸爸？对。好像哦。对，而且那位是菲菲的妹妹。来来来来，菲菲妹妹，我们一家人站在一起。哎呦啊！我不知道爸爸会跳舞哎。对，因为舞蹈都是我教的，从小教到大的。从小教到大的。爸爸本身是舞蹈老师吗？我是训导处的老师。难怪我有点不太想靠近他的感觉。哎，会想到训导主任居然会跳街舞，对，好嗨哦！好，我们来听一下老师怎么讲啊。来，蔡老师。我先说那个 Kate， 其实。今天你的造型一出来，我就觉得哇，李孝利就是已经90%了，因为外形真的很像，然后靓丽很讨喜。整段表演我觉得就是跟他原本的东西很像。你自己本身少了一点点那个角色融入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你还不够自信。那至于动手动脚，我觉得我真的很佩服你们。因为每一次我就想说，你们已经这么多东西了，这么多设计，还能有新的吗？那今天又有新的东西出来，我觉得真的很厉害。除了设计很丰富之外，然后他们每次跳的时候会突然变一个人，就他变成这个样子，他现在是 Showgirl， 他现在是啦啦队，
他现在是谁，他的角色很清楚，可他一离开那个表演，他又是小朋友的样子。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地方。谢老师。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分数了。好的，但是我要问一件事情，会影响分数。怎么了？你会不会紧张？会。会，对不对？那你有男朋友吗？这跟分数有关系吗？啊，会多多少少会影响。是吗？哦，好，那我了解了。好，那算不回答啊，不用啊，那不用了，先看分数好了啊。好，先看他的。嗨，好，首先看 Katy 的分数，评审请给分。Katy 的分数是5、7、8、10、12、14、16、18、19、20、21、21分。21分，好，相当不错。恭喜，有过20就不错了。对，对对对。那你现在只能期待他们比你低，或者打平，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动手动脚的分数。评审，请给分。动手动脚的分数是6、8、10、12、14、15、18、20、21、22、24、24、25。谢谢。25分。25分，全家人的力量呢，还是赢了性感的姐姐啊。对。但是呢，我觉得也蛮好看的哦。我觉得今天这一场啊，就是让大家很有比较有创意一点。对。曲老师都给满分。满分，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娘的张泰山，我觉得太棒了。而且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视觉飨宴。从一开始你们开场的时候，那个棒球棒拿起来像千手观音一样，然后又把那个球三个合在一起，然后中间有很辣的小妹妹要 M 字腿啊，你们要耍帅，可是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合家欢，让我想到就是绝对不输迪士尼的品质。哎，我觉得好像在迪士尼那种很国际级的舞台上，对，才看得到这样的表演，好棒！然后最后爸爸挥棒来打到美美，好棒，好完整的歌舞秀，非常棒，酷，好，表现非常可爱，谢谢 Katy。会不会很伤心？有一点，有一点吗？需要拥抱，没关系。哎，好，可以，没有，先下去好了。好，谢谢，谢谢，谢谢。性感女神李孝利，其实我压力很大，都吃不下，因为要露肚子什么的，所以我就差不多3天没有吃饭。所以我刚刚有一点，就是表演的时候有点恍神。所以没有，真的，我觉得我输得心甘情愿，因为他们真的是有生命的在表演。我觉得我可以回去好好的练习。紧接着登场的黑魔王山猪。在上周，他可是一登场便立刻引起评审老师一致好评，不仅有曲嘉瑞的喜感奖评。我第一看到山猪，我已经觉得够爆笑，因为腿超短的，你的肢体可以这么跳的跳，光是看你都觉得好棒。山猪更有模仿大佬康康的超高评价，不晓得他今天指定要踢馆的对象会是哪一位呢？要 PK 施玉纯，对，施玉纯，来来来，嘿，哈哈，一个。哎、欸，一哥又来了，嘿、欸，一哥哈，哎、啊，他很喜欢弄你哈。上次，哎、欸，小蛋，哎、欸，哎、啊，行，连麦克风没开，嘿，你好，嘿，啊，你是自己关起来哈？哎、欸，不是啦哈，下次音控不用来啦。我的小蛋，哇，现在整个人好活、喔。哎、欸，你不能这样讲哈，你这样讲哈，你这辈子都没声音了啦。好，因为他们很多综艺节目都他们包，我都不敢得罪他们。欸、不好意思啊哈，哎、欸，啊，你是啊你。就跟他讲很幸运了哈，好，那看得出来今天这一场又精彩了哈，对，非常精彩，好不好？好，来，马上看一下他们表现。欢迎山猪大战一哥，超强模仿即将登场。魔王补习班上课咯，同学赶快坐好。不要补习班。同人帅气魅力，连莎莎都笑向贵州假洛基。竟敢挑战我一哥哈！不如就先来瞧瞧山猪的彩排情况好了。没错，他又在深情地唱着歌，每回演出都不会忘记把自己最爱的歌唱带入模仿中，面对自己的歌声，你就知道我唱出来有多神，多么不像。笑成这样，我说山猪，你就好自为之，好好加油呗。魔王补习班上课喽，同学赶快坐好。大家好，我是英文补教名师来势汹汹的赖世雄 ，and 对。
在这边先跟各位教一下英文的片语。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那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导播 away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天一苹果，让导播 take 不到我。不好意思，跟各位开个小玩笑。赖世雄老师呢，今天开了一个魔王补习班，那这边有邀请到钻石级的师资，那我这边就先介绍我们这边的音乐老师，让我们欢迎金曲歌王曹格。Hello，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啊，这是打嗝。今天带来这首我的主题曲《寂寞先生》，老师音乐，谢谢。我可以无所谓，寂寞却一直掉。做什么都不对，无论。那接下来呢？老师要介绍，补习班里面很厉害的这位老师，他就是我们的体育老师，一代宗师叶问。咏春，叶问，佛山咏春派，织城陈华顺，家住咏春捷运站隔壁，占地3.5坪。很多人说我喜欢用剩下的东西，我说你们误会了，我说的是我介意咏春的物件。人的地位虽然有高低之分，但是人格不应有贵贱之别。人的能量决定车的力量。我是光阳副总柯俊斌，不对，我是叶问。我要挑战10个，我要打10个。各位看完了我的真功夫之后，欢迎各位加入魔王补习班。谢谢大家。面对山中这多重角色的串烧模仿，池玉纯将使出什么妙招来应战呢？下一站魔王大道，好几站魔王大道，下一站魔王大道。捷运上不能带宠物哦，我还要把你盖起来，你知道吗？你该不会是感冒了吧？如果你得 H7N9 哈，你要被抓去扑杀呢，这样疫情才不会蔓延，你知道吗？你忍心啊？我跟着你那么久，而且我多才多艺呢，你的歌我都会唱，都如数家珍哦。啊，你讲。你是问我是错，我是出世的来乎你做看。不要说你如数家珍了哈，我的歌哈全国都会唱了哈，而且哈不然你这样子好了，你唱一首我最不红的歌好了哈。我忘记了，我的歌都很红了，你找不到不红的了哈。所以我还是要。等一下了，你忍心吗？我还恨你的幽默感呢。你要跟神比幽
幽默感啊，你怎么那么大胆啊？你看，看什么？那个珍珠奶茶。怎样？你知道怎么把它变大杯吗？怎么变了哈？就是啊，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加10块就变大杯了。你的幽默感哈，怎么那么烂啊？没球呢？我跟你讲了，变大杯很简单啊，老师音乐了哈。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你唱这个干什么？我在唱大悲咒了哈，这样它就会变大悲了啦哈。怎么那么好笑了哈？我都佩服我自己了哈。天才讲出来的梗呢，不同凡响呢哈。而且也很好喝了。等一下，决议上不能喝饮料了，你死定了。讲小声一点啦。你死定，你死定。你等行吗？我很聪明哎，我还会算数学哦。你会算数学哈？我跟你讲啦，我3个月哈就会背99乘法表了哈，我3岁就会算微积分了哈。那我考你。好啊，给你考了哈。63，18了哈。54，20，95，45了哈，那么简单。错。怎么会错啊？95是江啊。我可能是一个人的鸟了。95今晚好好笑哦。救命啊！救命啊！救我啊！不要把我盖起来！你们在看什么哈？有时候天才的鸟除了比较大之外哈，还会讲话了，不足为奇啊哈！救我了！救我！救我！好的。山猪这次有没有踢到铁板的感觉？真的很厉害。那你刚刚有想到你会破音吗？就是早上在练的时候，其实是有上得去的。对，因为他其实之前有参加过星光大道。没错，这就是山猪3年前参加星光大道踢馆的画面，跟现在还真是没什么差别呢。所以他是有一个唱歌的梦在心里。我也是，放弃吧。不是啊，可是高音真的很难突破，尤其你在模仿各种声音的时候，你的共鸣是不断的转换。如果你突然之间没有转回来那个共鸣点，你喉咙不放松就飙不上去。现在应该放松多了，来飙一下。刚刚那个吗？重点那一句，对。我可以无所。好，谢谢淘汰，谢谢。不要这样了，那个锁还是没上去啊。对啊，但那个音本来就很高了。对啊，算了，有点难度。你有办法吗？我试试看啊。我可以无所谓。他有上去吧？没有，我有上去走。我耳朵坏掉了。我要讲一下，山猪，你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人，而且因为你通常会这个像高难度挑战，这个是要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可是有时候选择的时候，可以选背叛就好了。对，或者是大家也比较熟悉，或者是你背叛唱一唱，然后你来个飞踢这样子，对，大家也会觉得很像。对对，来个侧踢嘛，对。对，可是你唯一一个真的很大很大的优点就是你太可爱了。你腿太短，太可爱。喂，你说保留这个腿吗？对，就是尽量看下半身，因为真的太可爱了。真的，我们刚刚一直在笑，因为那个小短腿跟那个小胖手嘟嘟嘟嘟动起来，太可爱了，真的很像动画卡通人物。可是我觉得你今天可能有点急。对，前面开始就开始有点急了，然后你今天的所有的语速跟说的一些台词，其实是有一点。突彩的哦，那可能你自己知道。那个施玉纯，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因为你一开始的那个摆设，我们全部的人都非常的惊吓，我们会替你担心跟害怕。完了，你要表演那一段吗？大家会觉得可以吗？行吗？那会不会太过了？不过还好，因为他 opening 的时候，他没有那个。对对对对的表情啊，所以 OK。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觉得哇，这可以吗？可是你做的太漂亮了，你把这件事情做的太。
就是安全过关，让我们享受一个你处处都是梗的一个剧。台哥有话要说。其实这个山猪的这个表演啊，今天看起来是非常粗糙的啊，不够细腻。另外一点，你要模仿这个赖世雄老师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注意到一点，虽然你的声音的音频跟他很像，但是赖世雄老师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嘴巴是翘的。哦，他会是这个样子。你说跟你一样吗？他会这样讲话，所以他会说大家好，我是赖世雄。他会是这么说话，所以你的节奏不对，而且你越讲越快。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And apple a day keeps doctors away。你必须要有这个抑扬顿挫，你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掌握了，你才能够后续的这个演出呢，才会按部就班的，才会演得好。所以如果说你懂得放弃的话，万一这个地方出错了，放弃就不要了，那么赖世雄老师的这个东西呢就可以变少，或者你重新再调整一个节奏，让他慢慢来。那么反观施玉纯今天的演出是非常到位的，那么他的能够抓到时事啊，这样子的一个演出很好，戏而不虐，乐而不淫，很好。谢谢，谢谢台哥。谢谢。好了，山猪拼了啦，全身涂蓝色的啦，然后44元空间袋放在这里。你说小叮当吗？下一次好不好？应该会很可爱，如果还有的话。好，来看分数。山猪的分数，评审请给分。山猪的分数是6、8、10、12、13、16、17、19、20、21、21分。好，山猪今天得到了21分，到底施玉纯会以多少分来防守呢？评审请给分。玉纯这次的分数是10、12、14、15、18、20、22、24、25、25分，恭喜成功了。但是呢，山猪也不要太失望，好不好？因为你常常会给我们惊喜。只能说呢，今天不是你太弱，是对手变强了。所以要小心。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的准备不是太充分，所以这是我自己的错误。然后节奏也比较那个没有自信，所以下次会好好准备。即将登场的黑魔王，哎呦，就是帅气的电眼舞童仔仔。上礼拜有 PK 一个人，对不对？对。啊，你不小心输了，对不对？对。今天有带秘密武器来？有。有秘密武器啊？对，那你今天还是要挑战同一个人吗？对，劈到他倒为止。哦，算是吧。好，我就帮你把他叫出来。他要 PK 的就是山猪啊，不是？不是啦，不是啦。哎呦，红人越来越有造型。对啊，红人今天好帅哦，而且你不觉得他每次行头都很厉害吗？这一身是谁帮你做的？妈妈，妈妈，哎，是他是说爸爸吧？爸爸，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哦，他是因为你是鼻音啊，感冒了，感冒，没有，没有，是妈妈，是他妈妈做整身的造型，哎，好厉害哦！到底他们这一次的挑战有多精彩？我们来看一下，三度挑战红人的仔仔，这次可是力邀了超级舞王来帮忙哦，而他选择模仿的则是韩国团体 Big Bang 中率先推出迷你专辑《太阳》的歌曲。这首 Only Look at Me 在2008年推出后，可是立即囊括了最优秀 R&B 及最优秀 Soul 歌曲两项大奖。另外，在 MV 中更可以看见队长 GD 的跨刀演出呢，扬言指数可以说是加倍哟。而2010年推出的 I'll Be There 歌曲，帅气度暴增的太阳，除了大展强劲舞风，满满的肌肉养眼画面，更是造福了不少死忠粉丝哦。究竟仔仔将如何诠释这帅气度100%的舞风？而他的神秘嘉宾又是谁呢？秘密人物即将出现，敬请期待。大秘密还是小秘密？小的，小的。Channel.
要出狠招啦！国王舞王登场喽 ！OK, I'm ready。不是你，是别人。震撼娱乐圈，诸葛亮、谢金燕同台和解啦！我的话左镜要安那 PK 老爸 ？Oh my god！ 朱大哥，我恁查某囝足高调嘞，高调跳起！你们和好好不好？和好是吧？对呀、啊，像。面对仔仔力邀凯蒂搭档演出，红人这回可是要继上周模仿韩国艺人 G-Dragon 获得极高好评后，他真的好像一个巨星。我刚一看，你才七岁，我觉得你真的是天生的超级 superstar， 真的。这次他可是要再度向更高难度挑战，准备模仿 G-Dragon 首张正规专辑中的主打歌《Heartbreaker》，以及最新迷你专辑中的《Light It Up》。这两首带着有点迷幻、失控及充满爆发性的舞蹈歌曲，相信有着红人妈妈亲手制作的服装加持，她绝对可以战胜凯蒂及仔仔喽！国王舞王登场喽 ！OK, I'm ready。不是你，是别人。
几岁而已吗？啊？几岁？你不要这样子，好帅哦，你不觉得吗？最喜欢哪一个？都喜欢。都喜欢哦。嗯。凯蒂回来了，各位。对。而且你是不是有长高一点点？应该有吧。哦，真的。最近都在干嘛？帅。上学啊，练舞，还有表演。上学、练舞跟表演。表演。去哪里表演？表演公益，然后有时候去上电视。哦，那家伯也厉害。哦，对呀，啊。你在家里有没有看到我们节目？看到这两个？有看，每集都看。每集都看啊。嗯，觉得他们厉不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哈。哦。嗯，很开心见到凯蒂回来，因为有这种元素加进来，通常参赛的选手就会更有感觉，更拼。那我今天看到那个仔仔有一点点可惜，第一段的时候从 MV 对照，有 MV 对照好处是说看得出来你跟原本的人很像，但是缺点也可能是如果你没有 follow 到那节奏，所以第一段的音乐节奏还有身体的控制比较明显的比较弱。嗯，那来到第二段凯蒂加入的时候才进入到这整个表演的高潮。我会建议那个仔仔在基本功还有基本技术的练习可能再多花一点时间，那你在力道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的控制一定会在可以再进步很多。蔡老师，对，我替他讲句话。好，就是说仔仔呢很怕跟女生对跳。哦，是跟姐姐一起跳会有压力对不对？对啊。为什么？姐姐太大只，有点高，然后要跟她对看的时候头就要往。哦，是，那你这个你就要问凯蒂，你去用莎莎姐姐示范，比如说你跟她对跳，眼神这么高，怎么看到她？对 ，music， 砰，这个，哎呦，对对，就很有自信。你有被电到吗？有。好，那仔仔来，对 ，Go， 要电，就是比较和蔼可亲，还是那个是安检，是不是？安检收身，对，让安检。没有没有没有，你一定要盯着她这样子。盯着眼神要看着他，你把我当作你喜欢的女生，做不到，做不到。好了，算了，因为他这个年纪哈，就是跟女孩子跳舞都会有压力了，害羞了，长大你就会真的要了，人家。现在这个年纪害羞好，那我们这个是比较不正常啊，他比较早熟。那我想讲一下红人的部分，我觉得他绝对是天生的表演家。嗯，因为他自己把整个表演的情绪整个气氛自己堆叠上去，他从第一段到第二段是面具，第三段甚至最后有点失控的舞蹈他竟然都可以拿捏，我是真的有吓到，因为他是有带有那种野性的纯情的男生的那种 feel， 就是我觉得他很综合，他也可以很野性，可是他同时又可以很深情，然后又很电眼，然后最主要是他的身体控制非常好，对，他是全能的现在。哇，好厉害哦。对啊，因为我记得红人刚来的时候他的眼神会透露出一些小孩子可爱的感觉，对，但他现在可以很酷很帅的感觉，真的，尤其是那个眼线一画起来，哇塞，很沙，多像咒怨里面那个小孩子。不是，是帅哥。哦，帅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究竟，嗯哼，这三个人在武艺上面谁略胜一筹，我们看一下分数。好的，首先看仔仔的分数，评审请给分。仔仔的分数是7、9、11、14、15、17、19、20、23、24分。好的，接下来看一下红人。评审请给分。红人的分数是6、9、10、14、15、19、20、24、25、27、28。红人获胜，恭喜！哇，仔仔，怎么办？你会不会很不甘心？不会，是因为红人跳得很好啊，我也没有不是很到位啊。但是我很喜欢仔仔后面凯蒂出来的那个气势，对，很帅。我感觉好像凯蒂出来之后，我说他有一个他就火起来的感觉，火起来了，整个 power 那个时候才出现。所以你以后跳舞的时候，一开始就要有这种活力，要有自信，要有自信，不要怕怕的，好不好？嗯，那凯蒂安慰他一下。加油，谢谢谢谢。好，谢谢三位，谢谢。谢谢。除了他可以跳出这种具有爆发力的舞蹈，真的是我们两个都要向他多学习。然后来到这里，可以跳得很好，其实
你不用把这场比赛当成真的比赛，只要能进步就好，还是把我们一起当朋友。对。因为我觉得我不够努力，我要再回家更努力，继续练习。谢谢。紧接着登场的可是有着芒果王子封号的杨哲，总是能神来一笔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模仿角色，他就是来自屏东的模仿老手杨哲，而他选择挑战的对象绝对会让你出乎意料啦。今天我要 PK 的是这个大人物谢金燕。谢金燕，对，你 Kita， 哇，又吃辣妹一枚。然后，为了要 PK 他，所以我要完成我们综艺大哥大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的心愿。最近才复出几年而已。综艺圈大哥大，最近才复出。出一个声音给伊看者。好，给你听一个来。我要看左囝要安怎 PK 老爸。Oh my god， 是猪大哥哎！哎呦，好像，你看。哇！我的妈呀，猪大哥。爸爸来了怎么办？照 PK 啊！照 PK， 早就已经恨他很久了。为了卖我没供哈，这一段呢，我们这个妇女大 PK 会怎样？我们看下去。妇女 PK， 这什么局面啊？而猪大哥本尊又会是谁呢？多亮的瓜，真笑。放很开。姑娘爱歌听秀，李姑娘爱歌听秀，七彩缤纷变化多，阿哥去音乐头一个，阿中爷的唱叫大行个，李姑娘啊主持一个浪波浪大行个，他捧阿一个。Thank you， 谢谢，努力哈，感谢您哈。您拢有吃饭没？有啊。你较好我袂吃咧啦。哦，来，来，欢迎您，小看到我猪哥俩啊，哦，俱乐部哦，这个节目感谢你。来，今嘛咧，刷咧一连串，邀请拢是大牌歌星。来，首先有你介绍到咱这位宝岛歌王叶。开点！男子的心情，亲像天顶双翅的流星。男子的运命，亲像钉在高兄的心里。站了，大台来继续。无秀中珠为大家聘请到这位歌神张学友，来。大家好，我是学友，带这首《金榜题名》，谢谢。别人的生命是靠一个大意，你的生命。白人啊，开嘴是金言玉语，阮若是假讲话，伊难免得出代志。谢谢，帅的，过来为您介绍这个较无简单，有才调对关录音，甲邀请起来上这个节目，来。金门红的，好来。有闲无闲，大家困做伙，啊加减生两个，啊好生啊，好生啊。看着风景，摕着伊，搭双人牵着花，为着生活流浪到淡水，
想起孤独心爱的人，将伊放袂记，流浪到他乡，重新过的日子。拍鼓啊，鼓励起来！刷咧，介绍者是咱的西宫雕，哎，你开机完奏，拍鼓来个欢迎者吴克林啊！幸福是三顿烧，啊，不好的幸福是过路遥，啊，过路遥，遥你都遥过桥。哦，恁爸爸个尿啊啦，害我尿到腰闪着。啊来，感谢恁的收看，谢谢罗拉达。好像我的妈！面对完毕业的强势来袭，魔王小燕反攻了。第一女王来了，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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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样的演出，让评审曲嘉瑞赞不绝口？从眉毛到眼睛，到鼻子，到嘴巴，到嘴角，到牙龈，你知道跟他抽动的耳朵，我真的觉得你太经典了，我太喜欢你。我比别人靠人情，我比别人靠打拼啊！面对阿爸、地沟梁以及杨哲的强势来袭 ，Nikita 也绝对不是省油的灯。听着电力十足的超强舞曲，就知道各位观众 ，Nikita 女神即将再次降临啦！怎么样？足够跳嘞！老跳跳跃啊！哈，你无看我两个徛袂做伙，你无看哟？哎呀，你都无感情啊，都无啥偌好诶。那安尼啦，你们和好好不好？和好是吧？哎呀，像抱抱。朱大哥，朱大哥真的很像，掌声鼓励一下，来，谢谢谢谢。对啊，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以
朱大哥的名义，以南部骗家骗人。我别讲啦，妈你讲啦，嘿。我一名小朱哥，小朱哥好，小朱哥，小朱哥刚一上台呢，所有的观众都吓一跳。首先注意到的是什么？你发质真好，对，他的摇晃说好帅。哎，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呢。真的，我来气矿呗。这是真的头发，真的。那我想请问一下，你这样子模仿他在主持的时候，他在跑路那一段时间，有人来跟你要钱吗？还有带梳子的。有啊，因为他也在跑。也在跑，真的太像。他每一样都学得很像。安内哟，太专业了。那我休息啊，我们来听一下评审怎么说。阿吉嘞，没有老师怕分所进阶。哎，你讲，我先讲一句。哦，你讲。那个康康老师，哎，你带高雄哦，哎，我嘛带高雄哦，安在就好啊哈。那个小猪哥哥哈，是我们南部很有名的这个秀场主持人呐哈。不敢不敢。哎，那一般都主持什么啊？结婚。结婚。工地。工地秀。啊。庙会，庙会，庙会，连结婚，即马连跟起拜，连离婚的嘛有啦。离婚，离婚有离婚典礼哦。其实吼，他已经是我们，就我还没出道，他就很红了嘛。嗯。哎，今仔来，其实他也是这个放下这个心理障碍。伊谈话，等电话讲，我讲这久啊，我哥要来参加这，我讲没有你来吼，是等于是帮忙我们节目，让我们节目更精彩。啊，他所以要先给他掌声鼓励啦，哈，谢谢，谢谢。啊，因为嘛是甲伊甲这个杨哲吼是好朋友，杨哲今天的表演也是很精彩，只是吼，迄个金门红算讲，我唔捌听过，唔捌听过。哎，啊你的声音足像。大地风轻提着伊，大象人看着花。但是呢，你的道具是错的。因为金门王伊是亚吉达啊，李炳辉开始弹琴，啊，你弹到安尼，你到底是金门王的声音，但用李炳安是唔对，啊，黄克林哦来搭这个诸葛亮哦，真的是绝配，因为吼，咱只朱大哥咱看伊作秀，伊做筛工哦。足型诶，刚刚就感觉好像蓝宝石啊，啊，我以前秀场诶文化在这边啊，觉得很精彩这样子。谢谢，嗯，那这个谢金燕的部分哈，我觉得你已经就是说业主哈，如果请不起谢金燕，就请你去就好啊，因为你的表演跟那个贝儿的表演都给我一种就是说，虽然是冒牌的，但是你们已经有这个大将之风了。刚开始你模仿谢金燕都是对嘴，然后大家就说你能不能唱，当然你唱没有说唱得很好，但是我觉得你会越唱越好这样子啊，不错不错。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分数。好的，首先看我们杨哲的分数，评审请给分。杨哲大哥的分数是80、30、60、90、21、25、26、27、27分。恭喜！哦，这朱大哥真正是收视保证呢。丢啊！哦，阿你配合加好。吹落。加好加好，来来来。你给他。好，评审请给分。李吉塔的分数是90、14、16、18、19、20、22、24、25、26，还有吗？26分，怎么会？输了，又是一分。他刚刚那个雷射舞很酷哎。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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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所以呢，还是老贝较厉害，老贝较厉害。没了，我觉得应该听听看老师怎么讲，要不然怎么会差一分？是什么原因来讲起来？其实这个还是差一点了，就是说，因为杨哲他整个的演出啊，非常的干净利落，可以说是他这个歌曲啊一到位以后，马上就有转折。比如黄宝松黄老师，他的这个有画龙点睛之妙。他的模仿已经是惟妙惟肖，这个不用我们再多做赘述哈。所以今天两位的搭配呢，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而且把这个杨哲整个的演出都衬托得非常好。最后，尤其是 Killing 骨头包这个斗退路结尾，就让这个谢金燕整个斗退路下去了。所以谢金燕其实不是不好，遇的对手实在太强，要不然他也不会去当短尾龙马。所以我觉得这个虽然青出于蓝，但是未必。这个会胜于蓝，姜还是老的辣，好吧？今天是这样。嗯，谢谢老师。但是一分啦 ，OK 啦。
猪爸爸应该了，应该、啊，牛爸爸，牛爸爸，哎呀，牛爸爸了哈。啊，那个我们在媒体前面都没有听过谢金燕叫爸爸叫爸爸，你可不可以叫一下？爸。喂，算了，好可爱啊！谢谢你们，谢谢。差一点点就可以赢我爸，好，下一次继续加油，这次有点手懈，下次我会更努力的。即将登场的这位终极大魔王，渣渣便是模仿好手蓝天。专业模仿多年的他，不仅仅是走跳各大节目的老江湖，祭祀本尊阿吉拉的程度更是无人能敌啊！不晓得这样的高手，他要选择踢馆的是？啊、你挑谁，谁就挂了。对啊，不是不是，来玩来玩。哦，来玩啊！对、哦，那你就顺便看看你啊。哎呦，谢谢、啊。那你就自己先唱一首歌，然后你就走了。对啊，不要来 PK 嘛，好恐怖哦。很久啊，蓝天哥、啊，今天要来这个给哪一位选手让他学习一下？其实我想了很久，因为就指标人物吧，方伶。哦，是的，方姐，对啦，这个级数要找这个级数，高手过招啊，别再吹那屁耶，那个太过瘾。没错，就是要这种重量级对决才公平嘛。话不多说，咱们快来看看这蓝天的先发攻势吧。我被别人卡零级，我被别人卡打拼。好来啊，我是蓝天，要学阿吉拉有三点：第一点，牙爱疼；第二点，人爱嚼，脚爱高。刷落去，老师十八来没有你，点球学了嘛去。我先拍就是我，我先谢谢。了的吉他声，伴奏着安静的歌声，孤单的人影，收拾着无奈的心声。我比别人较认真，我比别人较打拼。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啊？凄凉的吉他声，愈大是心愈痛啊！命运的吉他声。我走着哀愁的歌声，孤单的人影，收拾着无奈的心声。我比别人较认真，我比别人较打拼，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啊？凄凉的吉他声，愈大是心愈痛啊！命运。这个阿吉拉出新专辑，我的好朋友去拍片一个哈。啊，我不是阿吉拉，我落去，我代替阿吉拉徛起，甲恁说多谢，谢谢啊。面对蓝天这样从里到外都宛如阿吉拉附身的模仿功力，方伶除了加紧练习，更是找来了一位神秘嘉宾一同合作演出。瞧着这雪白的钢琴和优美的歌声，你们猜得到是哪位嘉宾即将现身吗？当凤和天遇上钢琴王子，噔噔噔。
模仿大佬都还安扣，超强模仿高手来喽！爱阮的人生坎坷的运命，逼咱来回避。看一下，还有再来一段好不好？还有别人。钢琴王子，噔噔噔！我是。照应是日升暮色红夕阳下。各位观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晚的特别来宾——情歌王子林荣璇老师。写了很多深情的歌曲啊，对，尤其是有一些对唱的歌，在那个 KTV 呢，点播率相当高啊。啊，凤姐也听过这些歌，是，哎呦啊，尤其那个什么徐锦淳的《日日夜夜》啊，好美啊，是，还有一首。我记得好像有一首是什么玉女唱的吧？啊，哦对，有一首歌是我跟周慧敏，我帮她写的歌，然后我们一起对唱。哦，这样子是？那因为刚刚唱了凤姐的歌啊，对，我是一片云，听了龙璇老师唱的那种感觉，味道又不一样了啊。谢谢。那有没有这个荣幸，请凤姐跟我一起合唱这首？我有这个荣幸是？当然。那就来吧，好，一起欣赏了啊，谢谢。多年来以清新的嗓音及深情的歌喉，获得情歌王子封号的林荣璇。不仅是圈内享誉盛名的制作人，创作出来的经典歌曲更是不在话下。而方宁与林荣璇即将演唱的这首《流言》，则是收录在周慧敏首张国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在当时不仅一举奠定周慧敏在台湾的地位，青涩纯情的模样更是在当时刮起了所谓的玉女旋风。而周慧敏举行25周年的演唱会中选择演唱这首歌，便可以知道这首歌曲的经典程度不可而喻了。但究竟方宁诠释的凤飞飞将如何演唱这首经典合唱曲目呢？快回现场听听看吧。相信我的心，纯真如往昔。流言。
但愿你相信我依然爱你。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流言传来传去，我相信你的心纯真如往昔。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但愿你相信，我依然相信最真的心。谢谢我们的李老师，谢谢，谢谢凤姐。我早就想要见到你了，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想有一个问题想问老师，就是巨蟹座今年的运势怎么样？玲珑璇不是星星王子哦，是吗？不要问巨蟹座，那我们还是问一下天蝎座的这个月的。不是，他不是星星王子啦，但是很辛苦啊。嗯，对啊，因为那个方宁姐姐，方宁姐她没有听过这首歌吧？有听过，有听过，有听过，没有正式去唱过它。这首歌在我们这一代啊，是完全是陪伴我们的这个爱情的经历。对，好好听，好好听哦、我刚才听到就觉得那感觉都回来了。对，有这首啊，还有另外一首叫《广岛之恋》，但是两首歌呢对对对对，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首。谢谢。因为呢，这首歌呢唱了不会分手，《广岛之恋》传说情侣唱就分手。真的假的？真的，赶快跟你男朋友唱一下，对。好好好。乱说。一早就没关系啦，嘿，没关系。好，我们来听一下评审怎么说。曲嘉瑞老师，方宁，你唱那个《我是一片云》的时候，你一开口，哇，我就融化了，因为让我真的想到七零年代。我觉得你就是这一首，我先讲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你凝结了现场所有人的情绪，然后冻结了时空，把我们带回到七零年代。可是第二首歌在合唱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就是小的一些 twist 的地方。那尤其今天你跟这么大巨星在一起。你知道合体，所以我觉得刚刚有一点小小的失落。那讲到蓝天，哇，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我刚你整个上我鸡皮疙瘩上，我整个吓到了。你知道你全身每一个神经每个肌肉都在抽动，你从眉毛到眼睛到鼻子到嘴巴到嘴角像牙龈，你知道都在抽动你的耳朵，然后你两个手还不同的情绪，一个握麦克风，另外一个手还可以这样子，你这样甩甩甩甩甩。因为我之前得了机器眼，我完全可以感受到那个手不由自主这样甩的感觉。真的觉得你太经典了，我太喜欢你了，我一定会给你满分，你太棒了。哇、哦，谢谢曲老师。好的，首先看蓝天大哥的分数评审，请给分。今天的分数是60、11、14、15、18、19、20、22、26、28、28分。蓝天大哥已经出神入化了。对啊，专业级的水准，啊、专业级。来看一下我们这边。好的，接下来是方宁姐的分数评审，请给分。今天的分数是7、9、11、13、16、18、19、20、22、22分。好的，这二十二分呢是方宁老师的哦。对。那这个我觉得已经很好了，我觉得在我这边是听觉上面的享受。谢谢。对啊，因为也好久没有看到林隆璇老师哎。对对，最近要办演唱会了。对，最近演唱会还有一个新歌加精选，6月8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我跟张中立，因为他吹排笛，他是排笛老师，是排笛教父，那我们合办了一个歌唱，太棒了。对，也要听，也要买，对，好不好？好，谢谢，欢迎你，谢谢，谢谢。今天算是失败，那我想一分钟的挫折感。第二分钟起来，我要再加把劲，把下一刻的分数给夺回来。希望下一代挑战成功。接下来，这位体育馆者不免太眼熟了吧？咦，他不就是曾来帮忙好友陈思安的邵大伦吗？这次变身为黑魔王来体育馆的他，不仅是个广播节目主持人，更曾在卡通频道中主持节目。多方位发展的他，更利用了本身的好歌喉，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哦。这回他可是将模仿自己相当拿手的金曲歌王萧煌奇，咱们先来欢迎他出场吧。哇，好像哦！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像呆了。他之前有来过，有帮忙思安嘛，对不对？那今天我是想要跟在天后再对决一次，所以自己就只身前来了。所以你今天要 PK 的人是陈思安啊？真的是亦敌亦友啊！来，思安，上次来帮他，上次是朋友，这一次来 P 他。Oh no！
你找来的人现在要 PK 你。是啊，真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唱跳型歌王邵大伦即将出招踢馆喽 ，Ricky 来喽 ，Ricky Martin， 是啊，是消防旗的意思。听听喘气，有钱看人咧佚佗，看人咧办公会啊，看人咧美小炊。伊听听甲阮讲，叫阮着爱好好读书，唔通大汉像恁老爸啊遐尼啊狼狈哦。伫迄个时阵，阮拢听拢无，阿妈。你到底是咧讲啥话？大汉了后才知影莫话，我的家永远永远藏在心肝底。想着一步一步的过去，听听拢会予人真难忘。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在阮的心内，常常拢会想着你。祝你永远的顺安，我叫你一声阿妈。谢谢大家。面对大人超级四模仿。陈思安可是有特别嘉宾朱海军来助阵演出哦。我忘记现在有哥来了。阿东北兵我玩玩玩。时尚对象 ，NONO 模仿者同台较劲啦！来自深圳的们，膀胱男孩，脱光男孩。大轮超级四模仿陈思安，可是有特别嘉宾朱海军来助阵演出哦。从歌唱比赛脱颖而出的朱海军，曾发行多张台语专辑的他，唱歌实力绝对是毋庸置疑的啦。而近期他与艺人 NONO 的终身大事，更是成为极高的讨论话题哦。我忘记现在有哥来了。阿东北兵我玩玩玩。感情世界愈看愈深，希望你对我疼的入心。你爱的敢是人梦变色，梦定彼款现代女性。感情的世界看拢袂清，旧年的手怎甘通相信？是毋是爱我三分情五分情过后？今天的是魔王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陈思安。刚才你所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二姐江蕙的《爱我三分钟》。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大来宾哦，这是我们台语界的小甜心，我们一起欢迎朱海君。思恩姐好，还有海君，我访真心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君。我在电视的这新闻看到，哎呦，你竟然要结婚，而且你要嫁的人竟然是我们 NONO， 哎，会不会太美女配野兽？哎呦，你是怎么去收服这个妖啊？哎，其实吼，我觉得也是怎么讲，可能是老天爷的捉弄吧。啊？不啦，恩婚呐。哦，我错一点，我想讲你安尼讲，根本又搁是一场美丽的错误哈。恩婚呐。不过，先祝福你喽。谢谢。今天也谢谢海君跟我们一起来啊参加万的广播节目。我们现在在开放 call in 点歌的时间。哎喂嘿喂。哎哎。哎呦，这个声音，你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我好像在哪里听过。你是？哎，不是啦，哎，我不是啦，呵呵 ，no no no， 不是啦，哦，哎，不是，不是，哦哦，好。我想要点歌啦，点歌，点什么歌呢？我要点那个海波浪，因为我是海上的男儿啦，哦。哦，海上的男儿，海波浪。啊，但是我要点的是那个江蕙跟黄以玲合唱的版本哦，哎，呵呵。哦，这个版本很特别哈。对对对对对。哎哎，好哎，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黄以玲还有二姐将会合唱的《海波浪》。悲伤的心情，沉重的脚步，拼命来离开，满目的心酸，满目的苦笑。欢迎黄以玲。哀怨的人生，坎坷的运命，逼咱来分开。这款的心酸，这款的苦楚，谁人来体谅？我随着海波浪，浮沉在你心内，我夜夜的等待，等你来团圆。谢谢你的帮忙，谢谢，不要这么说，真的太感激你了，海君。嗯，为了要感激你、报答你，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给你。还有惊喜给我，对，来，惊喜，看到没？这个是什么东西？哎哦，哎，大家好，我是阳光男孩，诺诺，阳光男孩，诺诺。哎，老婆上船哎，老婆哎，上船，船啊船，上船哎，船哎，老婆上船哎，上船是什么？老婆哎，老婆哎哎，嘿嘿嘿嘿嘿，真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哎哎哎，啊，怎么就把我的特别来宾载走了？哎，好吧，魔王之声，我们下次见喽。哎呦，这个我要叫嫂子啦，因为本人跟步步哥是非常好的交情，对，我们是演艺圈的海绵宝宝跟派大星的关系。我带来我的礼物，嘻嘻嘻，哇，新专辑，爱你之前，爱丽自己，哇，这次的歌呢，跟以往的台语歌。卡博赶快的所在就是有加了很多温馨感，让大家听起来没有那么多负担。丢了啊！以前的那种台语歌吼，听起来卡悲惨一点。对，就觉得心很痛啊，就痛苦啊那种。对，就那个酒都喝下去，对，就很烧啊，在很烧啊，在肝脏那边特别烧啊。哎，但是我要特别讲一下，那个你觉得大飞来，大飞出来，大飞学的步步哥，你觉得像吗？你刚刚跟我学，有像吗？你觉得？很
难讲哎，很难讲，这样难讲哎，有瘦有瘦一点呐、啊，有。哎、欸，怎么换成邓丽君爬不？而且你手为什么一直这样？这是李炳辉吧？因为嘿，布布哥的手很大，嘿。哦，对，他手比较大。对，对其实他应该是他应该很喜欢说嘿吼的时候手会这样翻来翻去。对对。这好像是你发现的，对不对？对，我发现的，因为我发现他在每次上综艺节目的时候，布布哥都会说嘿吼嘿吼嘿吼。对。嘿吼。嘿吼啊！等一下，我嘿吼完之后吼，嘿啊，阿康康就会站起来说嘿吼嘿啊，喂喂嘿，嘿喂。还有那个彩虹铃也是一定会唱的歌，真的，但是这是 No 哥的经典，对对，经典经典。哎，那这样好了，那里面有你在录制的时候，你会想着他的是哪一首歌？第二首。爱情的逃避不是第二。爱情的逃避会想到他。哎，都有都会想，都有，对对对。唱一段好不好？我先唱第二波主打歌好了。什么？爱你之后。爱你之后。对。哎呦，好甜蜜、哦。从副歌开始。好甜蜜哦！来来来来来。可能是单纯的光，也是咱命中注定。爱情的地图，你我互相作伴，以为做一座。是单纯的歌，也是咱命中注定。两人的心肝已经不知不觉交换，交换。哇，唱得真好听哎！原来。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 NONO。 哎呦，你没有在家洗衣服，你怎么怎么在家洗衣服？原来家里洗衣服是你负责的哈。怎么洗衣服？裤子也我洗啊。什么都要洗就对了。哎，各位评审老师好，哎，大家好，对对对，大家好。哦 ，NONO， 哎，好幸福。NONO哥，他爱你之后变得好甜蜜呢。本来就这样啊，升格当冷气在练习当中，是不是？对，希望大家都支持他。这我觉得这是新的台语歌哦，就是台语歌干什么了？对，什么时候这样啊？你不相信吗？来来，我来跟大家这个证实一下好不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两个一起，两光男孩，阳光男孩，膀胱男孩，脱光男孩。不用吗？你现在结婚了，你现在不能做这种事情。对对对，啊，他为什么有看到一直在笑？我是用听的，他觉得声音很有趣。他听啊，他听觉得很好笑。可是我觉得他模仿真像，真的假的？我很久没有看到人家模仿李炳辉这么像。喂，谢谢大家，不敢聊嘛，谢谢。他不是李炳辉，我好 Q 啊！哎，啊，表演完了吗？干什么干什么？不要随便把我的嘉宾牵走好不好？还要看分数，还要看分数。哎呀，紧张时刻。那我离开好了啦，因为都是好朋友，我怕会给满分。也不会啊，也不会啊。啊？对啊。你会不会太有信心？因为这顺便那个，等一下曲老师，你那个家里地址给我，因为我寄帖子给你。喂。其他的我都有了，只有那个曲老师的还没有。对对对。老师，对不起，我先带回家洗衣服。好了，好。现在呢，我们要看分数之前，老师来讲一下。其实刚刚看到那个邵先生他的这个演出啊，就是惟妙惟肖，真的是无懈可击了。而且他台前台后，他就是遵守的这个戏剧的原理啊，你从哪来，这个要到哪去。所以从连着的开始，他就已经开始在演戏了。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戏呢很到位。那另外思安的话，反而是今天的表现好像让我们的这位新娘子呢这个抢到不少风采啊。今天这个新娘子尤其是在模仿这个黄月玲的时候，让我们特别的惊艳啊，太像太像了。那思安今天可能就是在创作的这个方面呢，可能跟以往都差不多，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新意。但是歌曲那还是没话讲的啊。黄以玲很像哎，对，好多人说，只是我一直不敢，没有勇气来模仿。还有吗？对，还有再来一段好不好？加码演出，高雄市黄以玲模仿又过来了。
不敢，没有勇气来魔王的。还有吗？对，还有没有别人？还有没有别的？他的歌还有什么？你会玻璃的金杯，金杯经典的歌曲。对对对，来玻璃的金杯，玻璃那首歌，玻璃的金无字的情批，情批，情批，无字的情批。好，来来来来来两句，好吧。我爱的音要来离开，伊讲搁大声声喊伊，无留我字，飘转了过去，不甘心付出为伊好几年。我爱的音要来离开，伊讲搁大声声喊伊。失去意义，情话拢无你痴心变痴迷。我甲阿妈问，阿妈的情话是想什么？伊讲情人的爱无勇气。来用一片分开。哎，破声鼓励者吼！哦，要求一块真袂歹。对，真爱唱。又一唱一句那尔，唱几拍？不，听众朋友爱，观众朋友爱听啦。讲实在，我嘛爱听。对，好听。真哦，真的很厉害。对，现在我们就来看分数好了。好的，好，我们先来看邵大伦的分数。评审，请给分。今天的分数是七、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七、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谢谢大家。二十九分。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老师。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我们来看剩下的那一分在谁那里？是安怎你一结婚无甲给出来？我先按一下，我先按一下。为什么没有给出来？没有，因为我觉得他模仿的很像，非常像，但是我就觉得我没有非常感动。就是说原唱的震撼力还不到你的心里面。对。但是表面上已经很像。对。啊，你离家高分了，后边看。要啦，这很难说。啊，让海军哥发新专辑，那满一波满分加。不是，这跟海军没有关系。海军的那个专辑已经是满分了。我们今天是看。啊，那海军那是波满分，我吹陆军来哦。我是吹空军来。是啦，冷静啦。冷静哈。我们要看思安的分数。啊，不是，我说啊，你安尼波满分，我得给我做歹看的。啊，这。不会啦，今天是哇，那个你才高分那里，那我扣你有三十分。不啦，今天分数是在思安身上。思安身上哈。对。啊，不会，到时候刚刚呢就拍狂了。不会啦。欧弟哥，你冷静点，就说了海军是来帮忙的。哎，你乖哈，现在先来看看人家陈思安的分数哈。思安今天的分数是八十、三十、十五、十七、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25分，啊，25分，也是相当不错的分数啦。对，我要给你包个大包哎。没有啦，我觉得当作是一种很谢谢海军，给我一个练习的一个机会。分数是给他的，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而且你要是不出来秀，我们真的不知道你哇这么多才艺呢。对啊，哎呀，没有听过人家模仿黄以玲呢。对，而且把这一张专辑的爱分享给大家，就有暖暖的感觉。CD， 嗯，爱丽进姐，请支持，谢谢。好，谢谢海军，谢谢。本周上场6组魔王选手，目前战成3胜3败局势。而下周又有哪些更厉害的强者出现呢？性感魅力再进化，阴阴突破尺度大解放。我今天会给他很高分，因为他今天真的第一次我看到他投入这个角色，非常性感，长腿。你全部都有，今天这一场表演，全部人都应该要付钱的，太精彩了。这样的陈雷，你一定有看过。但俏皮的陈雷，你有看过吗？
想我就多看你一眼。解散多年，尤克里林回来啦！我要告诉你们，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开口真的非常非常惊人哦，而且他抓到了林志炫以前早期唱歌的方式。最像的一点就是李记从头到尾都没唱，真的，因为那个是学的最像的。搞笑再一发，经典广告 B-box 版。有波对干波以为，也是有波对干波喜欢，以为喜欢，以为喜欢，以为。这股心念它就是有口气。不飞飞跳阿狗狗，魔王夜总会开张喽！欢迎大家去深海南，礼拜二昆仑彩虹，礼拜三偷偷摸摸打电话 ，Hello darling 给支票。史上最像阿盖拉模仿者现身啦！我的朋友模仿阿盖拉多像，你知道吗？我今天也把他邀请，有请有来，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阿盖拉。让我们欢迎黑魔王中的黑魔王模仿阿盖拉。为什么为什么比别人卡歹命？我够行哎！我们欢迎这位模仿者出来，来来来，有没有？哎呦哎呦哎呦，像不像？好像。那叫行啊呢。